春夏秋冬啊，春夏秋冬，老师点歌，春夏秋冬，啊，没问题，我们来给老师一点时间安排一下啊。那刘文正80年代的歌手，有人说我长得像刘文正的，像啊，我觉得不像，我觉得他们错了，我比较帅。啊，为什么你笑到这样，大姐？啊，那你唱歌你看，啊，听你个唱歌入鼻腔的，哦，啊，你有入鼻腔不要紧，当入红油啊，啊，入红油就是要通过形形来听我讲话哈。来，老师，春兰。来一首《春夏秋冬》哦，一首点唱歌曲。那这首，一首《春夏秋冬》哦，那祝福在座的每一位，一年四季代代平安，阖家安康。春夏秋冬，一天过一天。
塔秋当送给我们的在座的每一位朋友们啊，那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那怎么样？到现在哎，都很开心哦，拢笑眯眯的哈。啊，你别讲，马仔第一摆哦，头二三秒拢是你的哦，啊，你留名赛好我就好了，我不贪心啊，你不会拿到好老师。